PS3 最新体感装置 PlayStation Move 动态控制器9月15日正式推出。而台湾索尼电脑娱乐为了让玩家能亲身感受 PlayStation Move 的体感魅力，也举行了 PS3 动感 Move Car 台湾巡回之旅，与裕隆日产汽车合作，打造3辆游戏专属的 Move Car， 还有8位美丽的 Move Girl 陪玩家玩游戏。周末期间也在热闹的美丽华百乐园举办活动。而适逢七夕期间，美丽华百乐园人潮鼎沸，不少围观的群众都被 PlayStation Move 的体感欢乐气氛所吸引了。现场展出的游戏都获得男女老幼的喜爱，尤其是派对总动员这类适合全家同欢的游戏，更让人玩得大呼过瘾嘞。接下来 PS3 动感 Move Car 台湾巡回之旅还会继续前进垦丁、高雄新崛江、高雄梦时代等等地区，想要体验一下体感乐趣的玩家可千万别错过咯。